大家好，我叫崔雪燕，是科兰玛依魔鬼城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工作人员。乌尔河魔鬼城是中国最美雅丹地貌，是中国最值得外国人去的50个地方之一，也是国家5A 级景区。我之前的工作很不稳定，去过很多地方，曾经做过销售、健身教练等，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新疆。去年回到父母身边，来到魔鬼城公司上班，主要负责游客的引导接待。第一个的话是恐龙蛋化石，第二个是我们的蜥臀类化石，第三个是鸟臀类化石。我对现在的这份工作很满意，既有不错的收入，也和同事相处得很开心，工作之余也会发挥一下自己的特长，带同事健身锻炼。魔鬼城在蒙古语中是苏鲁木哈克，意思为魔鬼出没之地，这里地貌奇特，鬼斧神工，因此深受电影电视剧组的青睐。魔鬼城除了景色壮丽，还有三件珍宝：石油、恐龙化石、金丝玉。现在乌尔河区正在大力发展全域旅游，魔鬼城游客接待中心设施也在不断完善，除了园区，还有冰雪大世界、博物馆、小火车等。看，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机器人小助手。今年正值国家举办冬奥会，欢迎各国运动员和游客到新疆来旅游，来乌尔河魔鬼城，大美乌尔河欢迎您。在此也祝愿国家健儿能够取得优异成绩，为国争光。